看来是有大事儿。事情大。二号胡月兰，请到一诊室就诊。救我了！哎，来了！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朱元正，你拿去办住院手续吧。啊，朱元正都办好了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呢。 不用感谢我，这都是流程。不，我就知道，找到您呢，再难的事儿都不是事儿了。这个，您拿回去。哎呀，王大夫啊，就是我一点心意，你收着吧啊。拿回去。也没多少，就一点点。我这用不着。 朱元正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就是觉得太难得了，我想好好看看，好好看看。谢谢，谢谢王大夫，谢谢王大夫。 您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啊，王大夫啊，你不看病人了？我这不是中午休息该吃饭了，您上午第二个号就看完了，现在还没办完住院手续呢。就是就在这个网上见什么病例嘛，哎呀，我这弄了半天呢，都弄不好。那你怎么不找导医啊？找了，人家小姑娘，挺热情的。 哎呦，我跟我说了半天，我记不住，又把这个步骤跟我写上，我还是搞不好。哪个步骤有问题啊？就那验证码吧，整了半天，一点，他说失效了，过期了，然后我又得重来，哎呦，您别着急，就是你可您手太慢了，看一眼，这个是您手机号吧？啊啊啊！是的。 算了，我来吧，你还是吃饭去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平时工作，吃饭也不正点儿。哎呦，那不正点怎么行啊？这吃饭呢，可是天底下第一重要的事呢。王阳，今天你输了，说好你请客啊。哎，这话说，我涮羊肉片可以，赶紧吃了。哎哎，快吃！ 还想吃涮羊肉，王阳，说好了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就得请客。王阳，刚才请客。王阳，林总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对对，我们刚打完球，想着一块吃饭呢。不在家吃了。啊，我以为你爱吃饼，你看我正烙肉饼呢，羊汤都给你熬上了。他们想吃涮羊肉。嗯。 行，哎，行了，算了算了，这回你们先去吧，我下回再跟你们一块去啊。说好了你请客，你不去怎么行啊？下回再请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姚明跟你们去，来，孩子，钱拿着。
你说好了，你请客，你说你不去，那算怎么回事啊？跟同学去吧，啊！要是吃不饱啊，家里边有肉饼，羊汤给你留着呢，啊，去吧。奶奶，哎，算了吧，那个涮羊肉有什么好吃的？自家做的肉饼和羊汤最香了。那当然了，那这顿可算奶奶请的。 你拿多少回头自己补上。行。哎，奶奶。哎，那我们那个能吃肉饼吗？当然能了。奶奶的肉饼啊，给你管够啊！快，你们先进屋吧。哎，我们帮你。好，帮你。来，吃个苹果，胃呀可不能饿着。这个可以了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到伙食堂吃饭去啊！哎，这吃饭呢，可得准点儿，我办手续去了。快记着吃饭啊！你们都一样啊，总想让我吃点什么。 糖尿病时间长，血管状态确实不太好，手术难度不大，就是麻烦，肾功能不好，肌酐又高，再加上年龄大，出血风险大，确实不太有人愿意做。这几天出现了急性缺血，心梗的概率增高了，所以还是抓紧上手来。有把握吗？呀，等王二来。嗯。 苏老师，啊，我有个病人，不稳定性心绞痛，血管状态不太好，能不能和我一起上手术台？什么时候啊？这周四。哎呀，大后天恐怕不行啊，能不能提前啊？还有好多检查结果没出来呢，您有安排？周四我应该已经走了。又出去做手术吗？能不能调一下？ 是这样的，上周我向院里提交了辞职报告，已经批下来了。明天我是最后一天上班。你开玩笑呢吧？我从来不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。为什么辞职？那天我晕倒，你们两个都看到了。 那就是个意外，是个意外。幸亏我是在手术结束以后晕倒的，如果是在过程当中，那就不是意外，是事故。那你以后准备做什么？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想拉我做一款有关医疗的 app， 整合医疗资源，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医疗顾问。 提供私人医生什么的，那你以后就不当医生了？不当了，太累了。您也可以不用这么累啊，去合资医院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医疗机构，您别不当医生啊。算了，这件事情已经想很久了。只要我们家的状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，那我的状态也就不可能变。 说白了，还是要实现挣钱啊。这次我晕倒，就是给我一个警告。我已经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，各项指标都在临界值。我要是再这么累，身体就会垮掉，我们家也完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不光是对不起家人，也对不起患者。 您不当医生，太可惜了。你们两个不还是在当医生吗？就我那点本事啊，你们早就学的差不多了。
不过可惜了，原本以为我和你们还能多几年情谊，对不住了。邹老师，我们不想让您走。您这一走，我们的郑思杰就彻底散了。从陆毅走的那天起，思杰就已经不存在了。你们两个好好干，争取早一点收两个好徒弟，重新凑齐思杰。去上班了，你跟妈妈在家乖乖的啊。爸爸今天啊很早就能下班回来，在我睡觉之前就能回来。对对对，你睡觉之前我就能回来，然后啊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？太好了太好了，以后啊你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天天晚上等着爸爸回来了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每天晚上在门厅等着爸爸回来？有一次我晚上回来差点踩到你。那时候是我上幼儿园，现在我都长大了。对对对，长大了长大了，爸爸陪着你长大，啊。走了。晚上啊，别急着回来，最后一天了，把一切都料理停当了。我知道，啊，我走了。没有下一胎了。啊？这是最后一胎。Thank you.
哦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这些书我不打算带走了，里面有我的一些批注，都是这些年我的心得，留给你们或许有用。哎呀，咱们休息室这个破镜子啊，永远都照不全。 左老师，我给你拍张照吧。哎，好，等我一下啊。哎，拍的好看点啊。哎呀，还是这身衣服最好看呢。回头记得发给我。啊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早就想到。 迟早有一天要脱掉这身衣服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早。你们呢，一定要学会照顾好自己，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。你按时吃过吗？是是是，哎呀，我没有资格批评你们呢啊，这个。 医生的生活毫无规律，总是跟着病患的时间走，吃的是凉的、冷的都没个准。按理说啊，这医生是最懂得健康的人，可到头来呢，哼，是最不注重健康的。你们记得，这个医生啊，是有使命感的啊，这个多少年。 啊，这个国家呀，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，花了那么多钱，一二十年了，终于有所成就，千万不要放弃。左老师，照顾好自己。 还没睡了，我姐什么时候回来？说是一姐们过生日要去唱 K， 估计得通宵了吧。以前啊，我姐不管去哪儿，都得把哈密挂在身上。现在有你了，她都有自己的生活了。哎呀，挺好。我的使命。
不就是让他过上自己的生活吗？还看祖老师留的书呢。啊，祖老师做了好多笔记，挺有用的。行，你看完给我吧。毕竟以后再想听祖老师的话，也听不到了。想他了，给你打电话。 等我看完都给你，正好你可以留个纪念。这里面还有几本是关于 CHIP 的。你都看了？看了也没用啊。其实只要你愿意，你是可以挑战更复杂的高危患者的手术的。你太瞧不起我了。 有些话吧，我憋挺久的了。你别管我心里承不承认啊，你的手术天赋就是比我高，技术也比我好，但明明你能做80分的，你现在都挑60分的做，你给自己留富裕太大了。是吗？我没觉得。你没觉得是因为你对自己不在意。 你默认自己就只能做60分的，那就真的只有60分。是你王阳明你自己阻拦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。更好的医生，有那么重要吗？当然有。从咱们俩踏进医院的那天起，你就憋着劲儿要做最好的医生。 你把全部的心思、力气全都放在这上面了，我就是怕你那股心气没了，你对未来的工作、生活，你就都失去信心了。不至于，那时候年轻，年轻人想法又多，爱折腾，其实想法少一点。 也没那么多麻烦。那你现在过得好吗？挺好的。那我怎么觉得，从你跟孟骄阳分手之后，你都没像以前那样开心的笑过了？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跟你说这些，婆婆妈妈的，一点都不苦。我就是担心吧，我怕你以后。 你这辈子都不会快乐了，没你想那么夸张，就是谈个恋爱，分个手很正常。 是，如果是因为不爱而分手，那是很正常。但你们是因为相爱而分手的，你内心对自己失望，你怕你给不了他更好的生活，你就选择放弃这段感情。你看着挺伟大的，其实内心里全是恐惧。 说完了吧，说完了，你也算是尽到朋友的义务。换个话题，我还有最后一句。其实不管跟孟骄阳分手，还是做手术，你这情况都是一样的。稳妥第一，宁可放弃，也不愿意冒险。 至少平静。你真的平静吗？
我先打点水。我来。哎呀，王大夫，起来了。哎，你躺好了。我帮你。哎呀，你可太细心了。好了。我奶奶也这样，年轻的时候总用井水洗衣服，太凉了，后来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，手指头伸不直，每次掉东西都是我帮她捡。你奶奶。好福气啊！我要有你这么好个孙子，还在大医院做大夫，我一准儿啥事儿不干，就整天出去跟人显摆去。但愿吧。您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这胸啊还是痛。以前呢，是隔一会儿疼一下，现在呀，是一直都疼。稍微动一下就更痛。我只能这样坐着。那您啊，就尽量少动，有什么事儿让护士他们帮你。大夫，这手术后，我这里会好很多吧？您放心吧，手术完成以后，症状一定会有所缓解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呀！谢天谢地呀，王大夫，你可真是活菩萨呀！谢谢。昨晚没睡好吧？这大黑眼圈。我把左老师做过类似手术的视频刷了一遍，刷着刷着天就亮了。好久没看这样了。只能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你血管的状况。比预期的还要糟糕。你看，除了近端，这根血管的远端也有溢出，严重下沉。还有钙化，比正常的血流速度慢。二级血流，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以后还是会出现闭塞的情况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上激光仪，现在近处放一个支架，争取在远端再放一个。激光仪。很好，近端开通了。真正的难度是远端。你没问题的。血管太细，钙化的严重。激光导管的功率应该再大一些才能通过。再大就把血管穿破了。调整一下导管的角度。激光能量也要调一下，调低一点。
现在的功率应该可以了，不行，必须调低，低了就过不去了，那总比把血管栓破了强。王爱明，你愣着干嘛呢？王爱明，你他妈给我醒醒！ 赶紧退下！医生的工作也分很多种，你还是要去最需要你的地方，去救那些不救就要死的人。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才是活着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是，我是说，我第一次听你说的时候。 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，可现在你已经不是了。让开！发什么愣呢？撤出激光灯吧。不是你干什么？撤它干什么？你不再试一下吗？风险太大了。但这一段挺不解决，还是会有隐患的以后。人的供血量不大，就算再出现坏死。 姐，怎么来那么早呢？警察时间宝贵啊，我等你啊，肚子饿了吗？一会儿晚上带你吃好吃的。嗯，那我换个衣服，你等我啊。嗯。哎呀，我吃的好饱啊！你今天都没怎么动筷子，你不是跟我说你爱吃火锅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不好吃？ 姐，嗯，我今天见到他了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还像以前一样，眼里只有病人，没顾上说一句话。真是够笨的。都怨你，每次都跟我说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你看现在。 弄了多难受啊！这不互相折磨吗？姐，嗯，你能感受到我的心跳吗？我又不是中医，中医把脉也不是这么把的，是这么把的呀。可是我和王阳明。 只要这样手牵着手，就能感受到彼此的心跳。姐，你说神奇吗？我们俩不需要多说一句话，甚至连眼神都不需要，就知道彼此在想什么。 这种感受我懂。一旦心里住进去一个人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。是，见不到的时候会很想，见得到的时候。 这里会痛。
他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，那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一定要分开呢？我们太了解彼此了，知道不能帮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只能选择放手。放手了，就可以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吗？这一年多，王阳明当了副主任医师，工资涨了，地位高了。 医术也提升了，看起来好像他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其实他心里并不好受，也不怕你笑话。前几天，他在我怀里哇哇大哭。从他长大以后，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哭过。 他跟我说：“姐，我再也没有热血沸腾的感觉了。”作为姐姐，我心里真的好难受。手术的那个坎儿，他心里根本就没有过。 我们都以为那道坎儿他过去了，其实就是没有过去。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他现在做手术都是找那种低风险、成功概率高的，但凡有一点风险他就躲着。可是他当初学医的时候跟我这么说的：“姐，我要成最好的医生，我要治最难治的病，我要救人。” 心里需要新药治，可我知道我不是那个药。杨洋，你应该知道王阳明学医是因为奶奶，对吗？听他之前来看病的一个女同学说过，小谢。 小谢，他知道的故事只有一半。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。王大夫。 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好多了，喘气都不费劲了，连说话都有力气了。这好久都没这么舒坦过呀。您别动，胸口还疼吗？有一点儿，就是手术过了之后呢，就疼过一回。 然后没多久就好了，还是你们医生厉害。哎，我得跟您说一下，您有两处血管严重的狭窄，我们本来预期是想明天放两个支架，但是远端的血管出血的风险太大，所以现在只放了一个。如果能放两个支架的话，愈后的效果。 会更理想一点。哎呀，已经很理想了。王大夫，坐坐呀。哎呀，不瞒您说呀，前些天我在医院大门口等你，我把我家的大猫咪都送人了。我想。
我要是等不到您的话，我就没几天好活了。现在多亏了你呀，让我这么老骨头还能多撑几年。等出了越南，我就赶紧去把我家大猫咪接回来。要是能再多给您放一个支架就好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一个就够用了。你还别说呀，这身体一舒服啊，精神呢也好很多。我在想啊，是不是我这大半辈子没做什么缺德事？应该是我上辈子就积了德，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医生啊。相信吧。